听镇子上的老汉们说，那一年兵荒马乱的，北平镇的警察马多余40多岁了，还从来没有沾过女人的身。他花了几十块袁大头从半截沟领回来了一个女人。
小马子封路了，隔壁三五非要过，让小马子给杀了，把新头道长给吃掉了。凭啥封路？狗日的，还没王法了。让他们疯！没了吧？哎，乱世来了，多进些料吧。咋办？隔壁三虎我们都惹不起，能杀了他们的人，你想那是啥人？反正我已经把菜都吃了，衣服也脱了，枪也卸了。小马子为啥要封路？隔壁三虎为啥非要过？赶紧，你们把汤一备，我还回老家呢。我迷路了。
是师长派你们来的吧？知道，你们迟早会追过来。 没伤害我爹妈吧？探子，哪个山头的？ 本来嘛，就是给先人挂卡的，先人不在了，你就替他们挂上，保证一辈子给媳妇做牛做马，让他过上好日子。得行，行。 吉时已到，拜堂来，一拜天地。 他先人呢？咋了嘛？没看见今天啥日子吧？杀人了，在哪？去交警。走。衣服都脱了，全下来，我不去。
谁干的？一个和尚出家，快快得很。为啥借的梁子？大姐。啥东西？不知道。当家的说，东西比名贵。这次又是一伙不要命的，看来北天镇有麻烦了。是梁的吧？哪个部队上的？大厅个人。这镇子上有没有一个叫乔妹子的人？那警所在哪儿？见到我女人没有？那是你先是说话呀！跑了，一下子把女人扔到马背上，跑票了。啥人？一个年轻的胡生子。狗日的，不要命了！罗马的女人也敢抢？哈尔滨市场走到，看来是个老手。
是姓马的那个警察出钱埋了他。把你哭瞎了，也把我哭瞎了。赤亮这些年东奔西跑，三天两头打仗，这条命说没就没了。想你，天天想。半个月前，我想你想的不行，我就从部队上跑了出来。你想办法把姓马的钱还了吧，咱回家好好过日子。家是回不去了，刘畅追我的人想过来了，手都僵了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那咋办？跑，我们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你别怕，我有钱，一大笔钱，逼急了，老了赶得跟他们对着干。你不敢。为了你，我啥都干。赶紧让马大玉，别要命了！方圆几十里没有马大玉治不了的人。啥人嘛！我马大玉的女人，你也敢抢？偷腥啊！啊！好，我让你进。Fuck!
把小妹子还给我，我就放了她。 不把小妹子还给我，我就一枪崩了她。金条也给你留下了，够你买回这个女人了。你为啥还不放过我，还有我的女人？王妈。 全都拿出来，全拿出来了。200根全都拿出来，就搜出这一根。哎，我们东西你也敢黑了吗？不敢。那劫金子人呢？跑了，狗日的，把我这女人也劫跑了。200根金条给你留了一根。 把你女儿也抢走了，马多月。
方圆几十里，你也是有名声的人。撵走你哥哈，十天投行我过来拿金子。到处看不到金子，镇子上能出气的，掏金挖肥，一个不留。给他们吧，小马咱可惹不起啊！给啥？我他妈就是说这一个，让我拿啥给呢？金子是人家的，你还给人家吗？你总不能等到十天，让他跟着老少爷们一炮干发行吧？心情好，救救乡亲们吧！继续口子命啊！你不能走啊！把双喜子埋了，咱们十天头上见。你可不能骗人啊！大哥了，没啥，养些日子就好了。安大哥，千万不能跟别人说我们躲在这儿。不就掏个轰吗？我嘴也是的，铁棍都敲不开。放心吧，啊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还带着个女人？没见过。我捡了。在哪？家伙放下，说金条呢，在哪呢？说，不说老子一枪毙了你！别开枪，你放了我们吧。放了你们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我马多玉的女人。走，给老子找金条去。啥人吗？我都求你了，你还出卖我？
咋了？中枪了。没麻药，看不了。把枪给我。没麻药，疼啊！万一你受不了，你枪崩了我咋办？拿来了，没有。到了吗？别，大哥是个好人啊。再说这十天头还没到呢吗？日子忙完就好。十天头上看不见金子，到时候一块开趟。吃了吗？没有。快跑！师傅来了！
子，爹，土匪来了！不要开枪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开枪！不要！不要开枪！爹！好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为什么杀了他？我不杀他，到时候死就是我们。你不是过去的小柱子，过去。你不这样，走，走。先给马一些水，再给我们弄些吃的。
大叔，大叔，你帮帮我吧！你送我跑吧，他不是人，他迟早会杀了我的。大叔，我求你救救我吧！这号东西敢抢我的女人！是我让他送我走的，你不能杀他。和我作对的人，下场你知道。是我的女人，你放我回北庭镇吧！我求你，放我回北庭镇！是我的女人，我想咋睡就咋睡。
不是要回北京镇吗？那个姓马的来了。别急，他就是个猴子。人嘛，到处都有。你干啥非要一次又一次的跑到我的枪口下来寻死？那好，今天我就成全你。别杀他！我跟你走。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行了吧？行，听你的，不杀他。开枪吧，痛快点！答应他了，不杀你，但老天要灭你，就没办法了。
伯父。伯父。伯父。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哎，想把你肺支上了是不是？啊，一点点的喝。好嘛，谁把你折腾成这样？我一个兵痞子。这结了啥仇？下手这么狠呢、啊？他杀了人，还抢了我的女人。Thank you.
真是你女人？不是吧？我看他半天也不跟你讲一句话，不是你女人吧？他脏了我的身子，我不配当马大哥的女人。我不嫌你身子脏，您给我做女儿吧。王八蛋，老子一枪毙了你！他也就过个嘴瘾，别跟他计较。我是马多鱼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，我还是马多鱼吗？哎，你跟我喊球的吧？要耍黑，到你冰皮子那耍去。让人家惹怒的，命都丢了几回了。啊，咋了？还是我救了你，好球了吗？哎，你说啥呢？斗得过斗不过，那是人家的事情；窝囊不窝囊，那也是人家的事情。这个女人啊，真正就是人家的。哎呀，没办法。他心狠手辣。你斗不过他的，别再为了我搭上你的命了，大哥，不值得。夺命势力的女人啊，原因人咋了？黑灯瞎火干啥去？来，去，把他叫来。有狼呢！你要干啥呢？上茅房。就在这儿上，我又不看你。有狼呢，不敢走远啊！干啥呢？别动！Thank you.
记住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确实命大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马多鱼。我今天就让你马多鱼知道，确实是多余的。说过，我一定要把你逮住，否则我在北庭镇方圆几十里我就没法混了。你再把他砸死了，他不死，你就得死。完了，金条找不着了，北京镇完了。你走吧。你让我去哪？能去哪去了？那你呢？
我会为认证。我跟你去。小马子找不着金条，会把韦天正杀个鸡犬不留的。没事不惹事，惹下了就不怕。就完了，一这是人的命呢，你不能不管，就是你不能不管，把他拉下来，别让他跑了。这是你惹的，你得想法子。关天的事情，你不能不管啊。就是你不能不管，你不能不管的。今天可是石天的头上了，小马子说到就到。小马子来了，北庭镇叫血流成河呀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等死吧？马多鱼，咋办呢？你得想个办法呀！就是，想个办法。想个办法呀，你。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啥办法？和他们拼了！
一场大风刮了整整33天，许多地方被飞沙走石掩埋了，于是那199根金条便没了下落。直到今天，对于北平镇的人来说仍然是个谜。不久，马多鱼结束了他的警察生涯，带着巧妹子回到了他的定西老家。